最后这一里路了，不要等，勇敢的站出来，剩下最后两周，我们一定要突破，一定要突破，绝对要拼，我们要让这光荣的一役留在台中，为民主，然后也为地方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了，我们截至现在为止只有26000份，那后续我们预估应该还有10000份在外面。那网络疯传说我们已经达标了，那也是我跟大家报告，我们在中间过程承受了各种的压力，承受各种的抹黑及带风向，所以这是我的回答。阿伯，我想问一下，最近赵尚汉有个言论说，他有跟田家那边有些讨论，说请田家这边不要对于这件事有些比较明确的表态，这部分就等于说，可能国民党有蛮部分的人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呈现不一样的看法。我说了，只要认同我们的理念，只要支持我们，我们都欢迎来帮助我们。国民党有要负责帮忙做联署，但是好像原本预期的量没有到达，这有没有一些落差？双方之间的沟通，我们都很努力的去跟乡亲恳托、拜托。那至于说国民党他们到底有怎样，那可能要去问他们。那我们的社工，就我啦。还有我们里长，还有这些志工大哥大姐，这是我们所有的决策层的。那我不知道这个风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再进一步去回答你。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罢免团体的脚步在进行。那如果有各党的党公职人员或者是民进党觉得陈柏伟已经没办法为他们加分了，想要私底下来帮忙我们，我们都欢迎。